Google 地图意外曝光，国军在台中大肚山的天空三型防空飞弹阵地，地图上扇形七爪阵地拍得一清二楚，飞弹基地赤裸裸曝光，甚至还可以看到天空飞弹立起发射架，疑似在做战备演练。国防部长说要找 Google 问清楚，说好的马赛克哪里去了？我们就跟相关单位去跟他协调，还要把它给盖掉。但有网友掀出赖清德老家赖皮寮在 Google 上面竟然被打上厚厚马赛克，一对比，赖皮寮马到旁边草坪都看不见。反观总统府跟总统官邸 ，Google 街景图也没打马赛克，网友狂嘲讽：难道赖家大违建赖皮寮比工山基地还要机密？赖清德的老家违建比蔡英文住在里面的总统府、总统官邸跟国防还要来得重要？这我们太严重。这牵涉到我们国家安全，该模糊的不模糊，该打马赛克不打马赛克，不该的却打上马赛克去把它模糊化，这很讽刺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透露，两岸关系紧张到让他忧心到睡不着，意外惊动大陆。国台办说想睡得高枕无忧，答案在台湾。邱国正这么回应：哎呦，这个睡不着影响到这样子，我倒没有想到。你只要在这个主要位置上的话，你脑袋上就跟孙悟空一样一个箍，你坐不好头会痛的。我也担忧不要出问题，哪边要没有科学实则，想到这个自然就睡眠方面会有影响。台湾安全有多重要？再看一次地图上的马赛克，不到台湾不知道，原来权贵家的违建比总统官邸还有国防基地都重要。记者张佑慈、王志恒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